可爱。这只熊的国籍是哪一国的？这只熊啊，应该算是在日本生出来的。这算是日本熊的。然后那边的区域也是算是个就是像这些包括那个乐高桌啦、啊、或者是那个桌子。下了很多的功夫，也要跟政府还有我们的供应团体啊一起来把这个对我们台湾社会危害最大的假错假讯息呢，我们一起来努力把它消灭掉，让我们的民主更好。所以这一点也要拜托大家，可不可以给我拜托一下呢？